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。提到印度，不免让人想起脏乱差的环境和相对落后的经济条件。但即便如此，印度13亿的人口摆在那里，总能发现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事物，比如说印度美食、街头表演等等。在印度一些城市街头，可以看到许多稀奇古怪的表演。今天要介绍的这位，就是依靠行为艺术在网络上走红的印度大叔。这位阿奇茨大叔被称作战神，顾名思义，他每天需要做的事就是在街头一动不动的站岗，这一站就是33年。不过这也不是他本人的意思，大叔的老板一次到英国旅游的时候，偶然看到白金汉宫门口的守卫，每天被游客不停骚扰，也能纹丝不动的矗立，因此总能吸引到大量游客。回国后他就萌生了这个想法，让阿奇茨大叔当一回守卫，结果没想到这一当就是33年。不过相比白金汉宫的守卫，阿奇茨大叔显得要更加敬业。他老板曾许诺，只要他动一下就可以获得10000卢比的奖励，不过这个奖励至今也没人能拿走。据了解，阿奇茨大叔每天上班时间为6小时，在这6小时内，他整个人就宛如一座雕像。见过军人站岗的小伙伴都知道，即便是站在小隔间里，要想6小时一动不动的站着也是很困难的，更何况阿奇茨大叔每天还要应付游客和路人的突然袭击，这毅力看来也是没谁了。好了，今天内容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、转发、评论、点赞哦。